今天出现了另外两位演员，两位模特儿，就是乌龟，然后陪我一起拍摄。虽然大家说乌龟走得慢，但其实他在那个摄影镜头前面，他一直走得很快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紧张。我们常常就是讲吓到，就是会有一些生理状况。然后他们两只都纷纷的屎尿起飞。他一定很害怕，想象如果有一个巨人把你是举得很高啊，然后在一些很多人的前面这样拍摄，应该也是真的会吓到屎尿起飞，可以理解乌龟的心情。因为我平常的时间观念跟速度也是偏向乌龟类型的，所以我很能体会乌龟的心。很反骨的一面，反骨的一面就是很忠于自己吧，做自己，我觉得就是最深的叛逆跟最反骨的一件事情。自己的人生主题曲《异界人生》吗？小朋友，你们有听过《异界人生》吗？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小朋友，举手，可恶！这十几年来，就是出了社会，就是艺人的工作啊。其实这首歌真的还蛮贴切的啊。有台上灿烂笑容，有台后寂寞心情。啊啊，忙忙碌碌过改人生，零零乱乱都变人情。有台上灿烂笑容，有台后寂寞心情。我对一下。